尤其时常在社群上更新生活近况，近日他就分享了一组酒店一日游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他身穿白色 T 恤和牛仔裤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，打扮相当随性。而他戴着黑框大眼镜，顶着素颜入镜，完全零滤镜，状态好到看不出他已经47岁。另外他还摆出逗趣姿势，躺在床上与舒淇小姐欢迎回家的字样合照，相当可爱。舒淇大方不做作的照片立刻吸引众多粉丝朝圣留言，古灵精怪的，太喜欢素颜的你，47岁素颜还这么绝，真的太羡慕了。Bye.